你好，我叫戴安诺雷哈娜宾蒂·穆罕默德·尤斯里，我的出生证号码是 C201906，我来自沙巴，我今年21岁，我是2000年出生的，我家有10个人。爸爸妈妈弟弟妹妹和我，我在家排行最大。我的爸爸叫 Muhammad Yusri bin Abdullah， 我的爸爸今年47岁了，大学有94年出生的。我的妈妈叫 Norzana binti Muhammad， 我的妈妈今年44岁了，大学1997年出生的。谢谢。